加几种？胖死他！胖死他！胖死他！全台我唯一最认真的、最猛的炸鸡店。他妈吃东西不叫、哦，气死我了！那这炸也太好吃了吧！就跟你说超好吃的。各位说，全台湾第一 number one 炸鸡。我先上去拿外送，你们等我一下。我帮你们找来了一位重量级嘉宾，兄弟们，伊利来了。那你怎么会叫？当然，我要凑两百块啊、哦。你自己凑两百块啊？那你怎么不找我？这怎么会辣？啊？不辣、欸。会辣。等一下，伊利吃不饱，我们再叫一份小弟。香吗？打到有趣，想吃点东西。没事，你跟我一样，一路向南，好不好？人家是一路向北，我们一路向南。我只能干在心里，我只能在不能打开那个留言讲出话来。干在我心底的名字嘛，对不对？没有错，别安静。那你这还是干了叫不够，两个重量级的来了。我几公斤哦？干，现在我干，我现在都不敢量了，但我估计应该86的吧，88。他妈吃东西不叫、哦，靠呗。还有多少？啊，我只有叫我的。靠呗，爱德。我想跟你说，全台我唯一最认真的、最猛的炸鸡店。我也认为，就是爆 Q 啊。爆 Q 真的是这样那。那你要不要打电话给爆 Q 啊？看你在帮工商，跟爆 Q 说一下，以后多送你一份鸡翅啊。每天开台都在那边吃鸡翅。对，没错，直接开台就开始直播。他有没有什么优惠啊？你还要什么优惠啊？没有，就什么吃五只再送你三只，是不是啊？都可能买两只鸡腿送一个鸡翅啊，凶吗？没有。好啦，一格了啦。先一格，一格啦。我等林弟陪你开路。我可以一格凶起来。阿宝在教学，我们再开吧。等一下还有鸡腿趴哎、欸，来一个，靠呗，笑，哭哦，凶啊，太哭了。欸、放弃兵，直接录了、啊，怎么干？那么凶哦、喔？对啊，直接放了，放弃了。知道吗？你是直接录了吗？我是认真录了，认真录了，认真的。OK。好，你有吗？哎、欸，那小林，你等一下吃完了，你等一下看一下中兵。啊。来来，走啊走啊走啊。但我估计来不及。千里兵线，这个巧物。哎。看看我的火焰怎么说。好，不行。我妈回来。靠，没退的。这样的路断不到了，这个还要吗？要啊，我们要。我们带两个，我带星轨，冲冲冲冲冲！带星轨，我怎么不要？可以哦。够了。那工作装备装。哇，没事，有赚有赚。看清楚天才的黑魔法。靠，别说废了。打人先呐、啊，不能先吃野啊。那就打了，我累。来来来，不要补贴我，每次都补贴我。直接压上来，直接压上来。看，这个。打进了。可以哦。处理。来，吃龙。北的 King。哎，可以打，我照灯。我可以留。直接开几种。来，撸起来。POS 啊！来，这还完全吸不到，他完全不用带，我要 POS 你。直接开几种好爽。来，好爽。等一下。走，蓝区。来。直接开干了。干。我上路，我要保。直接处理。哎、欸，他没大，我听到声音了。投了。POS。来。再录。哎、欸，打他。我操。没事，有我在，兄弟，干起来！我在干，哭啊！干不死！没事，我刚好拿外送。不要，靠北，刚好拿外送也可以。再给我吃个冰，快走，谢谢，快走。哎、欸，那个他有大吗？处理，不确定。ID，踩他一下就死。水哦！完了，
炸鸡那位男人来了。真男人啦、啊、哦，真男人，叫我又不回哦，真男人的 man， 老板妹啊，叫我又不回，乖吃宵夜啦，乖吃宵夜啦，小啦，叫我都不回，真的耶，来下路下路下路，来开超开超，这里哦，看我，我扭一下扭一下，可以打可以打可以打，开几朵，可以哦。哎、欸，里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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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反刀反刀反刀！妈的，盾再多怎样？直接射起来！开射好不好，兄弟？我收了，我收了啊！哎、欸，中塔、哦，谢谢。管你盾多不多，我就是开叉，谢谢。哎、欸，中路、哦，中路你自己可以吗？可以可以可以。支援一下，哎、欸，追他追他。纯吃兵的话 OK 啦。追他啦，杀了追他。来了来了，他可能睡起来。哎、欸，看到、欸，我开灯我开灯，还睡还睡啊！下课兄弟。等等我等等我。好，给你撑住光靠背。靠背啊，不玩了，干都没游戏。谢谢，没得玩，干不打了。干，我要吃宵夜了。嗯，不打了。嗯，我不打了。不打了。嗯，我直接放下手机。哈哈。熊吗？不打了。你还想要星星吗？熊吗？熊，不打了。我在啊。好快啊！快快啊！我现在可以一个打五个人。没有。不输你。哎、欸，我可以从右边角。我在，我在，我在，我在。我超肥，我超肥，我射烂，我射烂，射烂。追在哪？哦，他死了。干，我伤害超高。靠腰，我他妈点技能点太快，没点到大招，靠我一个。五，我跟你讲，我直接上王者。别人，反正已经大顺风了，好像可以压吧，打掉就好。他点的会重点，少一个，少一个。三路，谢谢。他怎么残血了？我三高，我三高。开走吗？没有，走不到。好了，要哪一个？继续干。没有，关结束，直接开干了、啊。好，好，可以。处理处理处理。那左传左传了。不要、啊。好来，我超猛，我超猛。处理哦，处理哦。他们都不敢攻了。冰要进的，冰进的，冰进的。狙，我点他，我点他。好，直接射起来，受不了。现在镜头这位是中路弥勒佛，中路弥勒佛。盖瑞叔叔要不要听我唱歌？但我唱歌超好听的。What the fuck？ 宵夜谁请还是 A？ 宵夜是那个、啊、小云请的、啊，熊吗？观众请我的，观众请的。OK， 观众的抖内请的，谢谢。是你们请的，谢谢。阿宝来啊，阿宝要不要？阿宝要吃吗？要吃吗？干菜鸡，菜鸡，菜鸡，气死我了！为什么可以被零食林家步步吃爆啊？不知道。那碰多讲一个，不是我。他2000分的，我怎么追啊？阿宝进来直接一个气气猪，想说一路向北，然后一场直接掉25分，哇，很气很气，气到一个。大家都有太菜了。气到一个讲解比赛还在气，气死我。那个表情一直在气。我讲完还在气。你们可以看回放，那阿宝那表情一路气到底。对，是我看到聊天室有人跟我说，小林被林家木木吃了3场，吃了不少。干你说我想，我已经没差了。干嘛？我有差啊。知道你要吃吗？哎，冷边来，凶啊！凶吗？你要吃吗？来吧，吃。你要吃吗？没有了。确定？好吃哎、欸！不要太多了，等下太多人，人家举报我们。对啊。先离开一下，先离开，谢谢。没有啊，我怕我们等下被举报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没有看到我们啊。哦，对，没有看到。啊，这只有声音而已、啊。那个声音是那影片声音。要不要？对，你确定不吃？是的。我们可以再叫下一批啊。靠呗，我们这个已经第二批了，你还可以再叫第三批。第二批，对，你可以叫第三批。不知道，他明明就想吃，只是不好意思。哦、你太不了解他了。哎、欸，我的烤鸡。你太不了解他了。好啦，是啊。你要吃吗？好。他不好意思而已啊，你还不直接拿给他？哦、我很了解他的，好吧？好啦，哇，靠杯好好吃哦。要不要吃？要不要？请你吃。我还可以再吃。以后凯撒是公平吗？怎么是懒蛋西啊？但这炸的太好吃了吧？他跟你说超好吃的，全台湾第一 number one 炸鸡。只是他的那个鸡腿有点小，跟伊利的老爸一样。好多，好，看一下要不要？我可以哦，我也可以哦。来啊，大家好，哎、欸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哎、欸，那我真的叫了。哎、欸，懒蛋的要不要？问他，他好像好好吃哦，干一点。爆 Q 啊，没错，这个是爆 Q， 给大家看一下。小林唯一推荐炸鸡店爆 Q 美式炸鸡 ，Only 他 ，Only 他，谢谢。如果爆 Q 看到的话，请再多给、欸、免费广告哎，请再多给我们。你要吃什么？哎、欸，爆 Q 真的超好吃，鸡腿，谢谢，真的超好吃。帮我们跟爆 Q 讲一下，你要几只鸡腿？根据吃炸鸡啊，等下很帅。我们本来就住在一起啊，哪有差？对，我们住在一起、啊，我们又没有走出去，我们是家人 ，Family。哇 ，K O， 哎，有人抖那一千，抖那一千给我粉丝。谢谢 K 哦，谢谢谢谢
谢，我们谢谢，我们连起来，再帮我加一份甜不辣，再帮我叫一两份鸡腿，谢谢。哦，太帅了，太帅了吧！熊熊出了，好好 ，OK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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、okay, oka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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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，手机差点没。我是没有那么厉害啦，你们自己叫好不好？我跟你讲，我只有牛小排对决的时候我才可以，其他的时候我通常有点弱。